福建伟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福清市，紧邻324国道福下路59公里处，交通便利，注册资金500万人民币。公司集开发、制造、销售为一体，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生产设备、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及完善的服务，是福建省省级企业，也是福建省内唯一生产高速自动电磁感应铝箔封口机和高精度灌装机的企业。公司专业从事制造、食品、油脂、日化、浓化、加化、瓶装封口灌装设备，可承接不同类型瓶装全自动生产线。公司主要产品有台式自动感应铝箔封口机系列，配件是电磁感应铝箔封口机系列、手磁感应铝箔封口机系列、复合铝箔垫片、气动手持旋盖机、半自动液体灌装机系列、胶带收缩机系列。公司采用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创精品的生产理念，产品畅销东南亚及全国各地，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和信赖，采取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运作方式，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公司秉承诚信、优质、创新、进取的经营方针，以100%客户满意为目标，实现伟成客户齐发展。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联系电话0591-8562-8859，移动电话1385900-1928，传真0591-8562-8686。